的弧度，或是折出一个角度。叫你折转出一个弧度，你老是要折出一个角度。绕一圈。我这没有几圈，这是一个 feel 啊，来，还只是一个感觉啊，来，只有在这样去翻那个那些。所以这没有说绕一圈，这只是就转过去。你要转。因为在想，你去算圈数还得了。左转的话。就看多少弯，怎么弯的。你好像每个弯你都要把它转到底，那惨了。有些弯没有那么急啊，所以一点点它就过去了。那在线班是常常转到底，可是外面很少。嗯。能够过那个弯就可以了。加速，准备右转。走，还来得及。在蛇形，你知道吗？他前面那个，你要换车，要打方向灯啦，小姐。